你想买啊？五个人囡仔，金钱较紧的，找找早顿，真正好食，海参是足贵的物件呢，一百块嘞，五个而已。我只两个哟，再一个，三个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卖收啊，嗯啦，现在三块一百多，你等下找找金钱。来，猪排，算你考得好啊来，啊系啊吼，站住啊吼，猪排啊。来啦来啦，你鸡猪排客起来啦，一直问，你问到一个结果的你。五百。来，要吃蒜虾来，我用四个我的。来，有要吃咱蒜虾，卖起五百，卖开四百，来了。来，这样要求来三百块来。蓝蒜虾有没有要吃？蓝蒜虾不是白虾哦，比白虾还要甜，还要好吃哦。快讲啊，全部开始啊！来，六个人加买一半，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来两百块来。吃蓝蒜虾，动作快来，两百了。来，进来。哎，进来蓝蒜虾，几个要吃？六个客人，你说几个了？两个而已啊，只有两个。啊、我讲卖袂人个啊，一盘公斤嘞，我当作白虾的，我来料死，唔免人个，一盘白个，来四个客人吃，当成白虾卖你就好了。蓝钻虾来两百块来，几个客人要吃蓝钻虾的？只有四位啊，五位啊，啊我蓝钻虾你免死行，吃着你就知影。来五个、哦，来阿、啊、要吃猪排蓝蒜香里鸡猪排，剩只两个，来要吃两百块的，你来炒条件讲。上咧炒也太贵，佮炒我也太贵，我炒我公斤啊公斤啊不眨眼，来两百块来四条，給你蒜香里脊猪排，这么贵的内行内真啊，来六条哩，来八条哩，来九条十条，来最后一个人给蒜香里脊猪排炒了一下吼，可以唔通来佮加上一条，来条哩，来大袂好啊，你袂，没有了没有了，不用收钱了，来六条，来八条。来十点，佮上一点，来两百块来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桥头姐了，好吧，一定要带他带桥头姐，我有上一点，来，我们讲五根长旺来，懂不好吗？到定好吗？好，不要够不？不啊，就我包五根长旺，我来出宝，怎么修？你试过试一下口味，如果太重的话，加一下水，就会滚滚的，交北风价，一包没两百，别贵包给妹啊，你要吃几包赶快买啊，好，明天见哦，来。后天见，来这样一包哦，没几啊，我没两包，来一包过来，五根长旺，进来，要吃几包？两包，阿你三包啊？拜拜。拢两包，我来阿你无啊，剩一包呢，无啊，拍死，拍死，拍死。